YG 娱乐旗下男团 ICON 日前全员确定合约到期后不再续约，消息一出，外界也相当好奇他们是否会迁入同家公司继续活动。而近日就还没透露 ICON 全员已经与143娱乐签订专属合约，接下来将加快脚步在四月回归歌坛。团员们对于一起继续以团体名称活动的意志相当坚定，而签公司 YG 娱乐也与143娱乐协议，确定他们可以继续沿用 ICON 团名。据悉143娱乐是由饶舌歌手出身的音乐制作人Digital Monster 所创立的，与 ICON 成员们一直以来都有着好交情，基于对彼此的信赖签下了合约。而消息一出，粉丝们也感动直呼，大家能够签进同一家公司，还能沿用团名，真的太棒啦！ ICON 以后只走花路吧。